我是 Z。 那么今天呢，欢迎来到我们篮球季第六集，我们欢迎我们的邱正轩。Hello， 他是正轩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打七分那天。今天打七分，毅力算两分。然后我们包有罚球。罚球是哪里？罚球就是、这个。不要不准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一定还没有认识呢。一人射一人射一OK， 我们比赛正式开始。现在我们先剪刀石头布布邱正先开，毅力上两分哦。对，球先我们来打，我们就开这门子，来，现在是视频。哇！大手，我电话打一下。M1，这是六比啊。哇 ！M1，Yes， 六比，哎呀，绝杀！恭喜啊！总冠军戒指！好，现在我们也来庆祝。过水时刻，你先脱掉你的戒指呗。过水时刻，戒指我放这里。看一下我们平常拍的，就这样，先拍过去。来呗。来。我怕那么好吃。一二三，哇！